岁。韩国男星郑容和在实境秀《我们结婚了》深情献唱，不但打动少女时代成员徐贤，也让电视机前面的少女为他尖叫，是女孩们心目中的国民欧巴。还有在台上深情演唱不久前忘记走位的 Super Junior 团员希澈，专辑表现亮眼，近几年也参加戏剧演出，让不少粉丝对他为之疯狂。但是你有发现他们有什么共通点吗？就是眼角下方都有一颗痣，还被封为泪痣男代表。这些男星因为点缀在眼角上的痣让眼睛电力十足，就连当红男星徐仁国和 Super Junior 的奎贤都榜上有名。这些泪痣男男星也透露非常喜欢自己眼角的痣，不但独特，也让眼睛更具魅力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